是吴富荣亲切地为我们介绍他一手打造的保全集团。从他热忱的态度上，一点也看不出身为集团董事长的霸气，反而是多了一份平易近人的亲切感。客户那边的安全的信号，但也很难想象过去的吴富荣艰辛的创业过程中，在亲友眼里反而是个好高骛远、不切实际的人。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中风的母亲，单亲爸爸的身份，直到遇见现在的太太高明静，因着爱心，愿意将终身托付给条件不佳的吴富荣。虽然遭受家人的反对，但谁又能想到他们两人携手打造出今日的保全王国呢？在过去别人的眼中他是胸无大志的，但是谁也想不到在2005年的天下杂志当中，千大服务企业他荣登排行榜之列，他的旗下如今有2600个员工。让我们欢迎今天真情部落格的主角吴富荣。小吴哥，其实你现在事业做得非常成功，然后规模非常的大，那您的父亲其实最早跟保全这个行好像也有点那么搭到边，对不对？家父在我小时候是在一个矿坑里面哈，当这个安全的主任，所以说，他常常要进入矿坑里面去，查看这个安全的这个情形。那后来在矿业慢慢没落之后，他才转为是代课老师嘛，对不对？对。那您的母亲呢？我母亲就是当老师，就是老师，学校老师。老师是父母亲的话，通常孩子功课都会比较好，对不对？所以我小时候大概都在全校都第一名、第二名的这样子。哇，那很不错哎。那爸爸妈妈对你有特别的期望吗？有，所以在那时候说要改制为这个9年国教的时候，他们想说我在乡下的小学升到这个乡下的国中，恐怕比较会没有竞争力，所以就在6年级的时候就把我迁到台北来，然后从小学可以升到台北的高中，这样台北的国中。哦，后来其实你也不负他们的期望嘛，高中考得也还不错。哎，对。那时候算是还考上了三省中了哈，算是成功保中嘛，对不对？压力很大吧？对，不过那时候因为大概在这个成长的一个青春期啊，所以整天就迷迷糊糊的，也不知道为什么。虽然是很努力工作，但是就是迷迷糊糊的。那以至于后来我们同学都考上了很好的学校哈，像台大、政大的，结果呢，就3个没有考上大学，那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哈，那结果是很令父母失望啊哈。可是到了那个三专哈四新以后，就是突然间就比较清楚了，以至于回去同学会的时候，然后导师看到我说，哎，奇怪，你就是吴富荣吗？怎么奇怪，怎么脸上都光亮起来，以前看我是迷迷糊糊的，就是好像变了一个人的样子。不过因为你也没有爸爸妈妈陪在身边嘛，其实在你说国高中这种转型期，男生很需要爸爸妈妈，尤其是爸爸在身边给你一些人生的经验啊，或者说在很彷徨摸索自己的人生价值的时候给你一些提醒。所以在你的经验记忆里头，其实经常你的人生岁月是跟父亲擦肩而过的，对不对？对，因为小时候他们矿场是在比方说是郊西啊哈，那种比较偏远的地方，都是离开我们的家乡，所以小时候对父亲的印象也不深，那长大以后
又读书，然后等我一退伍的时候，哎，父亲就得了癌症了，所以还来不及跟他学习怎么在社会上的来这个努力工作哈，那就父亲就得了癌症了。不过有一次你们父子之间的谈话让你的印象非常深刻，对不对？也体会到父亲其实他的辛苦哈。哎，是。那因为得了癌症以后就是说身体都很痛，那也知道说这个最后还是没有希望的。那有一天他就自己走到一个堤岸的旁边哈，那很想说要跳下去啊。那可是后来呢，他就想到说这些子女哈，要给这些子女留下榜样，所以呢他就一个人又走回来，可是才发现说他体力不够，走了很久很久才终于走回到家的。那但是他就是一直宁愿承受这种痛苦，那也不愿意说自己了结生命的话，这样给我们的子孙会比较没有那种榜样。其实我从小就是因为父母比较呵护哈，那就是都没有在社会上有好好的这个，就比方说攻读之类的。那一退伍就立刻发生说父亲中风的情形，那必须自己在面对这个工作哈来努力的时候，我就特别常常会想起父亲在生病的时候的那种坚持。其实你父亲过世对妈妈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对，那所以当他过世以后不久母亲就中风了。那我们就想说那时候自己比较年轻哈，不晓得说这个父就是说老夫妻失去另外一半的时候，给他心里面的压力其实是很大的。那因为我们就疏忽了这种照顾，那么所以说母亲就跟着就中风了。照顾起来蛮辛苦的，对不对？对，刚开始还行动比较不便，后来就渐渐退化了，到后来变成植物人这样。到后期就变成植物人了。哇，所以家里面现在变成是说在那个当下，你要扛起的是经济上的负担，亲人离去或是亲人病痛的压力。那个时候你在做些什么？那时候我是一心一意想要出人头地啊。那因为所学的是新闻，在社会上那时候还不像现在有这么多的报纸啊、报社、杂志的。那时候有报禁的关系，以至于呢，学新闻要走入这个新闻界很难。对。那所以呢，在社会上，可是社会上又不能接受一个学新闻的啊，要来当什么工商企业管理之类的。那所以那时候一直在钻，一直在各行各业都在尝试，包括推销员，仓库管理，还有总务的工作。那所以那时候就是整个跑来跑去。那我一些长辈都觉得说，这个年轻人是不是没有定性？没有定性，所以用台语常常在讲说，我就是水底哈，找不到一个地方是热的，因为在水里面都是冷的，你到这边跑是冷，到那边跑是冷，所以我就在水底找不到一个地方是热的。那可是我自己知道哈，其实那时候我是很努力想要赶快找出一条路来。哇，其实不容易哎。所以那时候家里的生活有出现困窘的情形吗？虽然在物质上面没有很困窘，但是在心理上面总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负担。所以在第一段的婚姻里面就会渐渐出现一些问题啊，加上我工作那时候的工作比较就算不是说很有成就，所以就是那一段婚姻就觉得到后来就结束了。父亲去世，母亲中风，然后又有一个小孩子，然后又离婚，所以那段时间真的是会发现很难啊。就是这么简单而已。那还有一种专门开的课程，就是简报训练的课程，在很短的时间内很清楚的知道说你有什么样的好处，什么样的优点。吴富荣仔细的将企业文化对儿子一一的讲解，让刚刚进入公司见习的大儿子能够尽快的进入保全职场的轨道，也能有朝一日成为企业的接班人。回想20年前历经父亲的过世，
母亲伤心导致中风，妻子也因性格不合而离婚，一连串的打击让吴富荣一度人生感到灰心丧志。我们来谈谈，你说第一任是这个第一任太太啊，虽然说这个婚姻维持不是很久，但是那个过程很像连续剧哈。你是在哪里认识他的？因为我刚退伍，不久，后来我应征到一个总务的工作。那个公司是一个关系企业，他们有很多家的公司。那因为老板呢，他们刚好也都是姓，他们也姓吴。跟我是同姓。那所以他们呢，看到说，我这个年轻人那时候还算又比较上进哈。然后那也很努力工作，所以他们也很欣赏，说这个年轻人不错，可以好好来栽培。那我记得那时候就是任劳任怨了哈，就是比方说这个垃圾要收起来，然后拿去放在电梯门口。那本来是有排说轮值，可是大家都觉得那个工作大家都不愿意做，可是我想我是总务没关系，我自己主动就是统统把它收起来，就拿去放这样子。所以这种点点滴滴哈，老板他们看在眼里，这个蛮喜欢的。那所以说他们刚好有两个女儿，没有儿子，那本来有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这样的话，就娶一个女儿以后呢，人家也不知道她是女婿还是儿子，都姓吴嘛，对，都姓吴、那可是那时候因为我第一任的太太也在跟我公司是同事，那她也对我很好，比方说每天早上就会帮我泡牛奶啊什么的哈，那特别在那时候，因为整个家庭的情况是这样，要白天工作，晚上要到医院然后去照顾父亲的那个癌症的这样的情况，所以他那时候对我有这样的一个关心的动作，我就很感动啊，就跟他恋爱，结果那老板他们就打电话到我家去啊，说你的儿子啊，我们很欣赏，要好好栽培他。将来的话，他也姓吴啊，人家也搞不清楚是谁。那结果我妈就说：“你怎么这么笨啊？这个人家的机会来了，你还不赶快那对啊，少奋斗二十年啊。对对对。可是那时候年轻就比较有骨气啊，就说不要，这个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要给他栽培了。那所以就离开了。你就离开那个公司了，是为了第一任的妻子。对。可是这个爱可能后来耐不住环境的逼迫。对，有许多的因素，对对，所以大概是维持了大概两三年，才两三年。他那个时候的环境又对他造成了另外一种影响哈，因为你比较是脚踏实地从基层往上爬的， 对不对？因为那段时间刚好是股票从6000-7000点直奔12000点的时刻，那我们这个早出晚归的工作，那时候在一个饮料公司哈。在一个饮料公司当营业所的职员啊，那饮料公司就是早出晚归，然后假日又特别忙，所以就会跟他的这个他的这个工作啊哈，的生活作息刚好错开来，那段时间呢，又是股票特别兴盛的时候，那所以呢，人家那些耗子一下子就说，我今天又赚了300万了。今天请他们去吃宵夜啊，跳舞啊，对，那我们辛辛苦苦一个月啊，才3万块，对，这真的是没办法比，钱滚钱太快了，这没办法比，所以相形之下就越走越远了。当然还有很多因素，包括家里母亲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对，总是有很多的压力。你有没有觉得很受伤？那段过程，那当然那时候那段时间真的是。对啊，觉得说怎么这种事情会临到我身上来？那因为我年轻的时候，自己觉得说，还蛮像英俊潇洒的，然后呢，然后也很努力工作，那自己也觉得很够聪明，可是怎么会有人把我抛弃，就不要我了？一开始是没办法接受，没办法相信这种事情会轮到我身上，然后再来是觉得说，那我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怎么办呢？我要赶快为孩子找一个新的妈妈。那可是呢，才发现说，人家根本就通通不接受我的情况。就有一个中风的妈妈，然后有一个离婚的身份，
然后加上还有一个小孩。那有一天呢，还在床上睡觉的时候，这个我太太说：“哎，你不要在家里混吃等死啊！”我气得从床上跳起来说：“岂有此理！我开一家保险公司给你看看。”那时候自己想说：“哎，一千多万都还不够，所以到处去跟亲友借钱。”可是那时候比较天真，就以为说这样算一算，应该在200万就可以越过了。那所以那时候急着到处去借钱，去借了200万，就是借不到。有一天呢，突然间有姑姑来到我公司啊，那手上拿了一包东西，那我一看，哎，我以为说他带钱来了，结果呢，他一打开，竟然是的失败不代表永远的失败。虽然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但为了让家庭完整，让年幼的孩子有母亲的陪伴，进而认识高敏静。而高敏静对于吴富荣的家世背景，非但没有感到害怕退缩，反而是因为怜悯的心，愿意扶持陪伴失意的吴富荣。两人建立新家庭，拥有3个贴心的孩子。感恩知足是两人共同的心声。哇，这是我出生以来第18个父亲节了，虽然没有考上台大当做父亲节礼物，不过我觉得这样也好，可以待在家陪你们，而且现在念的东西比较有趣多了，我会好好加油的。我们要来欢迎的是后来人生下半场，那么影响了小吴哥吴富荣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另外一半，高敏静小吴嫂。我们也要来谈谈，其实在那个时候刚刚自己小吴哥都数算了，你看家里又有一个中风的，后来变植物人的母亲，然后他又离婚留下一个孩子，事业又这么不稳定的状况之下的话，其实很难有一般的女性说愿意在这个时候嫁给他。你是怎么认识他的？她是我的姐姐，介绍的。那我的姐姐又认识认识她，所以就这样子聊起来。那当初要安排就是介绍的时候，那这位朋友就告诉我说，她是妻子过世的，然后有一个小孩。那所以我就想说，妻子过世 ，OK， 没有问题。可以看看，我愿意啊，我们就见个面这样子。那结果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呢，他自己跟我坦白说，他并不是妻子过世，而是他是离婚的。那但是他说他们两个之间没有第三者，没有因为是个性不合，所以他们离婚。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哎。那他还蛮坦诚的嘛，所以我就对他心里就说还算有一些好感，还算有一些好感哈。对，当然以那个时候条件来讲，的确是真的很不好，因为他又离婚，又有一个孩子，所以我们在交往过程当中，事实上我们家里人并不太赞成，尤其是我的大哥说，这个离婚又有一个小孩，这样子不好，那这个你要好好考虑一下。所以我想说，外在环境的那个艰苦哦，如果按照你的标准来看的话，是可以共同度过的。但是他本身的工作不稳定这件事情，有没有让你打退堂鼓或害怕的？我觉得，只要他愿意努力，我觉得两个人共同努力，我觉得这个都不是问题。至于孩子的问题呢，只是我那个时候会，比较单纯。比较单纯，我没有去想到这么多的问题，我只是觉得说，好，我愿意就是帮忙他照顾这个孩子。所以小薇很幸运哎，碰上了这样的一个很单纯、很执着的女生。你自己刚开始觉得要面对第二段婚姻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些害怕？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其实就蛮珍惜说这样一个机会哈，一定要好好的跟他。能够把这个恋爱谈好，结果就哎，我就打听说他是学佛的，然后呢，吃素的，然后我想到这样赶快去买一些佛经来研究研究哈，这样才会
这个有话好谈了、啊、哈、啊哦，所以那时候我也就稍微研究了一下，所以跟他见面的时候啊，跟他谈一谈，总算就是说，哎，不会让他觉得说这个没有东西，可以、啊。所以当你碰上了这个善良的女孩的时候，你觉得好，我一定要好好的把握住了，你就为了她去钻研佛经。可是真正让她决定要嫁给你的，却是因为一场音乐会。是。哦，那是怎么回事？因为我觉得说，哎，趁小孩子还小，赶快哈、啊，要、啊、赶快结婚才行。那、嗯、越长越大的话不大好，所以呢，我就很急着说，哎，那我是不是把孩子抱来给你看看啊？嗯哼。哦，他说也好啊，那就约在说，中正纪念堂的一个音乐厅嘛，说他那天要去音乐会，然后结束的时候一出来的时候大家可以见面。那我说好，我就抱着孩子在那边等。结果音乐会一出场的时候，哇，人是几千个人，我才想说怎么会遇到这种地方来，那我去哪边找啊，茫茫人海去哪边找到他呢？可是呢，他就远远就看到一个男人抱着一个小孩在那边东张西望，在那边找妈妈，找未来的妈妈这样子哈、啊。他说那一幕他看的就是很感动啊，那就有一种怜悯的心哈、啊。哎，接着说，是这样的吗？真的吗，小不嫂？嗯，因为本来那个时候就是其实家里并不是很赞成，那我自己可能也在犹豫动摇着，对对对对、嗯、那就是其实我就是因为看到他就是一个男人带了一个孩子，所以我就觉得说嗯，就是还蛮可怜的，所以我就觉得说好，那就蛮同情他的处境。你一嫁过去你就是一个现成的妈妈，是啊、哦、那有一些东西你需要调试，没错，对不对？是我们结婚之后大概是两年的时间，因为经过了两年，这个孩子才，等于他的前妻才把孩子给我们，嗯，带回来，所以我们才一起共同生活。那所以呢，当孩子跟我们一起生活的时候，这个儿子已经是小学一年级了，哇，对，已经小学一年级，对，所以他，刚开始其实他是没有办法接受我这个新妈妈，嗯，对，所以也只是经过了一段时间哦。就是大家的彼此的相处，那建立一些感情。那这个时间呢，就是当然了，做爸爸的他也是非常的，小心顾及到孩子的心理啊、他的感受，所以处处我们都以这个小孩子的心理，他这样感受我们去为出发点，然后去对待这个孩子。嗯哼。那所以呢，孩子刚过来的时候，跟我们一起生活。其实他都是陪这个孩子睡觉的，嗯哼，对，大概从一年级一直到小学五年级，他都是陪孩子睡觉的啊。对，当然孩子是因为从小哈、哦，可能在就是说他的、就是、外婆家吗？哎，在外婆家，嗯，那也有可能就是说母亲、父亲他们的互动不是很好，所以孩子他从小会比较沉默寡言。所以那段时间应该讲说他的整个重心其实他是以孩子为主的，所以当然我那个时候心里其实也蛮有时候我会想到，有时候想想会觉得自己蛮难过的，可是但是想想过了，我想第二天就是看着这个孩子，然后我就忍就这样忍过去了。所以我想后来也习惯了，就是一直到小学五年级的时候，那我就会跟他谈，我说现在孩子渐渐长大了，你是不是也应该让他独立了哦？所以你是不是试试看让他自己睡觉，对，所以从这样子他才说好。你好，宾士老全，也没问题啊。 OK， 谢谢，拜拜。如果有风吹草动的话啊，他这个信号就会回来。吴富荣、高敏静胼手知足的在保全业拥有一片天，看着企业总部每天忙碌的工作，同仁们坚守在岗位上，为的就是让信任他们的客户们能够有安全无虞的环境。但在创业之初，却因为错估保全创业的投资金额而砸下大笔的资金，还因为向众亲友借贷金钱而被视为是个不切实际的人，屡遭拒绝。这个再度成家之后，应该是让小吴哥开始再度的有动力啊。
去为这个家冲刺，好好的找一份工作，对不对？对。结果那时候呢，再度结婚不久，竟然就是、嗯、也是刚好那个我去工作的那个公司哈，他就结束了。那我是以这个副总经理的职位失业了，那是已经爬到副总经理的位置了。那时候因为也找了一个是保全公司的业务哈，从业务开始做到副总经理。那时候我工作是其实也是很认真啊，那我们就是会去沿途去拜访一些商店啊，去跟他推销啊这个我们的保全的那个产品。结果后来就是因为我领导的那一小 team 哈，那我是比较会照顾他们。那比方说我业绩比较好，我就把其他的拨出来给救那些成绩差的，所以我只要我自己达到标准了，我就把多出来的给他们。所以我们那个 team 呢，就无形中就是都还蛮平均的在成长。那后来老板在选说这要从这些业务主任里面选一个起来当主管的时候，好再挑，那就挑到我，那大家都觉得大爆冷门，怎么会是他呢？因为他看起来没有特别优秀啊，好，那大家都去打听啊，打听说为什么老板要选这个人？结果老板那个透过那个秘书我们去打听嘛哈，那秘书说，老板说他的那个境界跟人家不一样，因为你重视团队，对不对？重视团队，其实这是一个当主管非常重要的，而不是个人的光环。对，可是那家保险公司因为他的老板的财务能力比较差，所以后来就结束了。结束了以后呢，就变成说我就失业一段时间。那失业一段时间以后，那段时间就是因为是股票都上万点了嘛哈，所以呢到股票市场去跟他操作看看，结果呢反而又赔了一些钱，想说这样也不行。那结果就失业在家，也不晓得该怎么办。那有一天呢，还在床上睡觉的时候，这个我太太说，你不要在家里混吃等死啊。我气得从床上跳起来说，岂有此理，我就开一家保险公司给你看看。好，所以你还算是从那个业务员一路爬到了副总经理了，所以你对创业这件事情来讲是有把握的吗？其实那时候真的是也是太天真了，以为说应该是都懂了。那事实上呢，那个人家的受聘的员工跟真正当老板实在是差很多。那自己那时候算是比较不知天高地厚，以为说我已经历练算蛮完整了，从最基层的到那个比较高的那个管理阶层。那可是事实上经营者其实还有很多要去注意的，那事实上差很远。所以一开始我们去做了，就会发现说很快的自己以为300万就够了，因为那个机器回收慢，那每做一个客户，事实上都越做越多的客户要砸越多的钱，就用到1000多万都还没办法打平。可是那时候比较天真，就以为说这样算一算，应该在200万就可以越过了。那所以那时候急着到处去借钱，去借了200万就是借不到，因为重金流哈，都会觉得说，你这个好高骛远的，然后呢，自己想当老板，然后现在败光了家产，又要拖累我们啊。所以大家都觉得说，就是不想，大家都不想帮助我们了。所以那时候四处碰壁嘛，对不对？对，所以那时候很苦啊，到处都借不到钱，那借的时候很急啊。那一直到有一天啊，突然间我姑姑来到我公司啊，那手上拿了一包东西，那我一看，我以为说他带钱来了，因为那一包大小差不多是200万的那个。你有去找过他借钱嘛？对不对？对，透过其他的亲戚去讲。好，虽然没有亲口跟他开口，好，那但是呢，他突然出现了，那我看他手里拿那包东西，我就很高兴，那个大小差不多是200万的现金，对，现金的大小，我就很高兴，心里就很期待，结果呢，他一打开，竟然是一本圣经，然后我就说，哎呀，这个虽然是有点失望啊，但是他就是很诚恳的，就是跟我查阅圣经，来跟我分享说哈。这个人的尽头啊，这是神的开始嘛，所以现在有这个机会啊，就是你要赶快去抓住神，人都不能帮助你啊。你那个时候啊，小吴嫂看到他到处碰壁借钱不成，然后这样的投资一直进去，你有没有想要推他，劝他想要打退堂鼓好了？其实这个公司开下去哈，就没有办法，很难去去关门，因为我们这个行业的特殊性是你一旦收了钱，你后续的服务就必须一直做下去。对，所以你不能违约，没有办法去停止。
那所有的钱都砸下去了，那也全部用光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也辞了我自己原先的工作，啊，我就进了公司来帮忙他。所以我这时候就开始标会，那跟我的同学借钱，对，因为亲戚大家都没有办法嘛，哈，所以我就跟同学。你不害怕他是个无底洞吗？那个时候也没有办法想到那么多，只能说如何把这个困难度过，把这个公司继续撑下去。所以我就起会啦，哈，起的会，就是一个两个，然后会玩了一个又一个，那还有跟同学借钱，就这样子，我们就这样子，就是要把公司这样子能够继续经营下去。当姑姑来。他来跟我们分享的时候，我们也是非常感动。虽然在失望当中呢，但是我们也想，就是说从这里面，我们也想说，好，那我们来试试看。那因为我们自己真的也没有办法了，所以我们就听了姑姑的话，我们就去到教会里面，借由他的朋友带我们去到一个教会，那我们就。到这个教会里面，我们从完全都不认识，那进去里面开始去接触，那牧师呢也非常的关心我们，也来探访我们，也常常为我们祷告。那我们刚开始我是觉得说比较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信仰，因为毕竟佛教可能在我的心里已经那么久的时间，所以这段时间呢，我会常常把它拿来做比较。可是很快的，就是牧师的关怀，那借由我们去教会正常的这样聚会，我就慢慢了解到说，其实他并不是说以前我那种偏执错误的观念，这个信仰并不是这样子的。那从我们开始就说不懂，我们祷告，我记得就是说有一次祷告，就是我记得是有一次要发薪水的时候，就是第二天要发薪水，结果前一天我还不知道钱在哪里，所以我们是非常的着急啊。那我就告诉弟兄说，那怎么办，明天的薪水都还没着落，我们该借的都借了，会也都标了，也不知道怎么办。所以那我就说，那我们怎么办，那我们就两个人就好，我们都一起来祷告。那结果我们两个就一起，我们就跪下来，我们就跟神祷告。那虽然并不是很知道说该怎么求，但是我们就照着我们的想法就跟上帝祷告。那到后来我们自己祷告也自己非常难过，就痛哭流涕。那可是非常奇妙的一个感受，就是祷告完之后，我们不知道谁会签在哪里，可是就是心里面有一个很平安的感觉。所以小吴哥那时候祷完告也是一样的感觉吗？对，因为平常我实在是比较害羞，不想跟他一起祷告啊，哈。那因为那天他逼急了，他说这个夫妻要一定要共同同心合意来祷告才行，才有力量啊。那我也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我只好就是我们两个跪下来祷告。所以我们那次祷告，我们就是开始一直哭啊，哭了很久以后，突然间就很平安，我们两个人都感觉到很平安。就是虽然没有钱从天上掉下来，可是就是好像觉得说，好像已经有了。那明天要发薪水也没有答案，可是就好像已经有答案了，就我们两个就突然很平安就去睡觉了，就睡觉了。结果呢，第二天才开始发生一些神迹啊，奇迹啊，哈，就说有客户打电话来说他们要那个派那个警卫的保全，那我还跟他回绝说不行，这个我们是做系统的机器的哈，因为人很难管理，所以我们都没有做那种的。他说没关系，你报价看看，报价看看。结果我们就给他报一小时多少钱，结果他们就在笑说，哪有人报一小时，那是要报一个月的。哦，说原来是一个月哦，那就赶快给他乘以一个月哈。结果就他说他给你做好了。结果呢，就陆陆续有很多这样的一个这种机会就来了。来了以后呢，我们就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因为那个人力的，就是说等于说它的差价哈比较快，所以以至于我们就很比较顺利了，就绕过去那个缺资金的缺口，啊，绕过去了。就经过一两年以后呢，我们一回头看，奇怪，那时候我们不是整天在那边求那200万做，说要来救我们脱离那个困境嘛？那怎么绕过去了？
啊，回头一看，原来神为我们开路是这样子的哈、啊，就带领我们走另外一条路，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的。嗯哼，而且是能力所不及的，连报价都没有，都没有做过报的那种情形。所以我们很相信，就是说，这是神为我们开的这条道路。嗯哼嗯。那有一次我就打电话问一个同业说：“哎，有没有比较小的公司哈、啊？那经营不好的、啊，然后呢，他要卖啊，那我想说跟他购买哈。”结果他说：“那我的公司就给你啊。”我说：“啊，你不是开玩笑吧？你公司比我大，然后也有很好的知名度跟获利啊，哈。那如果照那个行情的话，差不多应该是400-500万的。”所以我就回来就跟姐妹讲说：“我已经决定买下来600万。”就他就很生气：“你就是400-500万，你怎么跟他买600万呢？”啊，我就说：“我已经答应他了，怎么办？”他说：“我去跟他讲，告诉他说我们不买了。”结果他一去以后回来跟我讲，他已经跟他讲好800万。哦，我更气。2006年的金山奖，一年大概会有15会，啊，那个是就是经济部举办的那种评鉴啊。现在的保全集团总部的办公室，随处可见墙上所挂的圣经经文，除了因为信仰带给吴富荣的事业能够绝处逢生之外，更重要的是希望把基督信仰的精神成为企业文化的经营理念。平顺的事业，还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孩子们的体贴乖巧是两人最大的安慰，也将信仰深植在经营家庭的法则中。其实在你的公司上面，然后一路的成长，其实就从当初那一个小小的园地开始，只是突然被转了一下哈、然后业绩不断进来，客户不断进来，对。然后你怎么会开始又想到去诟病这些事情，然后把整个事业王国做到这么大？对，可是一直过了几年以后啊，可是我们公司员工差不多300个，嗯，300个员工的时候呢，那当然就是已经就说自己有余了哈、就是不必再去困扰那个有钱没钱的问题。可是呢，有一天我想说，奇怪，那我就老是只有300个员工也不行啊，好。那刚好去参加一个特会，那个特会是一个赵荣基牧师他讲的一个特会哈，就以这个以赛亚书54:2的那个，就说要扩张你的帐幕之地，啊，要张大你居牧的幔所，居所的幔子哈，不要限制，要说拉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哈啊，我就一听，哎，我说这个很感动，就是要扩张我的帐幕之地啊。我公司就要扩大、那神一定是对我说的，那所以我呢就跟一些弟兄姐妹分享说，哎，上帝哦，就是告诉我这个要我扩张公司，这个大家在笑说你这个太天真了，你在讲什么？又来在笑你了，你在讲什么？你在气什么？哦，可是我就是祷告说，哎，神啊，就是要让我公司不要说只有这样子嘛，那如果能够再扩大一点哦，我就更相信你这又这能力是很大的神，结果呢？就祷告，哎，就很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就是说，神就会兴起很多的机会，啊，给我。那有一次我就打电话问一个同业说，哎，有没有比较小的公司哈、那经营不好的、啊，然后呢，他要卖啊，那我想说跟他购买哈、这样子诟病。结果他说，那我的公司就给你啊。我说啊，你不是开玩笑吧？你公司比我大，然后也有很好的知名度跟获利了哈。哦，那不会给我吧？他说就是要卖给我，那我就很跟我的姐妹商量说，是不是这个中间有什么样的这个诡诈，一定有什么问题在里面，要不然的话怎么会说要卖给我们？嗯哼，然后公司也比我们大，嗯哼，那我们就很想说奇怪，这个其中是不是有什么样的这个陷阱或什么？那就很担忧，那我就会祷告，那神让我看到一个异象哈。就是一个玻璃器皿，然后里面清水，然后中间有一颗豌豆，这样子绿色的豌豆，然后呢还转给我看，
那我觉得说，哎，这是什么样的意象啊？搞不清楚。后来我就请教一个牧师，那牧师就跟我们讲说，哎，这是神的祝福啊，还有容器就是神的祝福。然后呢，水很清啊，哦，然后豌豆绿色，象征着生命啊，就很好，可以啊。那我们就好吧，那就虽然觉得怪怪的，对，就还是把它买下来。哈、哦，那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才知道说，哦，原来他是因为可能是因为感情的问题，所以他无心经营了，啊，那才卖给我。那后来又我们就哎觉得这样子并购的还蛮顺利的，就向神大大的张口，神就大大的充满我们了，那就又来了很多的机会，我们就买，其中有一家是那个负责人他选要参加选举，选那理事长没有选上，然后心灰意冷要退出江湖，然后就卖给我们的。好，那还有一个是知名度很高的一个公司，可是他的财务跟管理都很差，啊，可是外面知名度很高，然后呢，他就是跟我讲说，也是希望就是说把公司卖给我，结果看看他的业绩并不是很好，虽然知名度很高，业绩并不是很好，那如果照那个行情的话，差不多应该是400-500万的。这个行情就好了。可是我跟他谈的时候，他谈一谈以后，他是说，因为他需要这个是大概要600万才解决他的负债，啊，那我会看到他就是很可怜，然后又在那边哭，我就心里有怜悯的心，说哈，啊，就是600万好了。结果我就回来就跟姐妹讲说，我已经决定买下来600万，就他就很生气。李敏就是400-500万，你怎么跟他买600万呢？啊，我就说我已经答应他了，怎么办？他说我去跟他讲，告诉他说我们不买了。结果他一去又回来跟我讲，他已经跟他讲好800万。哦，我更气，我说你600万就骂我，你怎么跟他讲800万了？跟他也是一样遇到这种情形，对。可是讲一讲，因为他比较懂会计，他就跟他算一算，因为进来要800万才能解决他的负债啊。所以呢，就变成讲到变800万了。结果我一回来换我骂他了，我说你怎么这样搞了？就600万你就已经在骂了，你自己去答应人家800万。就是我们两个一起去跟他讲哈，跟他讲说真的是我们无能为力。就我们两个一起讲了以后，当场变成决定有1000万。就是我们两个都就看他那样，然后我们就是一个心都起了那个怜悯的心，想说好吧，我们就赌一次吧，啊，就买了。那结果呢，后来这个公司果然经过几年的整顿哈，到现在是变成是我们整个集团获利最高的金鸡母了哈。哎，对，就是真的是真的是也怜悯人家有福了。对啊，你们真的是哎，怎么会去跟人家谈生意，把那个要并购的这个公司的价格谈到一倍以上了？也是你们这么夫妇这么厚心，可是你们的员工还经常给你们卷款潜逃，碰到这样的情况你们怎么办？因为目前这个保险业都同样面临这个问题啊，就是这些员工他们就是说有卡债啊什么什么的，管理费收就给你倒跑了，这样子。对他们来讲，几万块的，他们就已经是超过他们能力所能应付的，所以当有钱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很容易就会跑掉。跑掉以后你告他了不起就是缓刑啊，这样子，所以这个问题就常常发生了。那你们都怎么办呢？我们一来要替他们保那个诚实险哦，那么二来就是说最好就是说开始用一种转账的方式，不要直接交给管理员，不要交给他们，让他们有诱惑，这样子。对，不过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那个诱惑是比较大的啦哈，就是你们去承包酒店的业务，因为他们也需要保全嘛，对不对？对。但是这里面就比较复杂了，龙蛇杂处，然后黑白两道。对啊，有一阵子就是刚好就是有那种就是说。酒店的有一阵子是酒店很盛行哈，后来才慢慢的减少了。那一阵子很盛行的时候，那就有酒店的业主来找我们，就希望就是我们保全公司派保全员在他们的店里面驻扎这样子哈。那刚开始一家两家的这样派，后来发现业主发现我们这样很好，又可以帮他们做门面，然后又可以帮他们处理一些事情，然后又是合法的，哈。所以比他们本来用那黑道的要好啊，好这样子，所以变成说，哎，突然间就是几乎就酒店几十家酒店通通找我们了，通找我们，所以那一阵子我们的势力也是算庞大起来了，可是因为毕竟那种工作的场所就是龙蛇混杂了，那介于这种很奥妙的那种工作的任务哈，会变成。有点，你会得罪人呢。对，而且对，而且变得有点黑白之间的，变成灰色的。对啊。
那就他们有时候处理事情，有时候会比较激动一点或什么，好，那就会跟一些黑道的惹上麻烦。对，那我就要去跟他谈判。对，看怎么解决这个事情。哦，陪你去谈判哦。对啊，每次我要谈判的时候，会不会太危险了？我就边开车，然后边祷告说：“神啊，赶快派天君天使在我四围的护卫我，然后又用宝血涂抹在我身上，让我不要害怕。”然后就这样去。就你有一次真的被追杀了，对？不是追杀，那一次是因为有一个店，他那个店是店方跟黑道跟有什么样的纠纷，结果黑道就找了一两百人哦，一两百人的那个小弟啊，然后把整个店通通占满挤满了，所有走到通通是人。那我不晓得这个情况，只知道说有黑道要去找店的麻烦，所以我就想说就近就过去看看，结果呢一电梯一打开，通通是人。那我就好奇，就挤到那柜台前面去看那个大哥到底是有什么问题啊？那大哥在那边大声小叫的，结果一看到我说，哎，因为我的样子不像黑道的，不像他带来的小弟啊。对，他说我说，哎，你是谁？啊，我就吓一跳，说对呀，我怎么回答呢？我说我是保全，不是惨了吗？啊，那我就说我是老板也惨啊。那我就说，哎，不是，赶快丢回去人群中。哦，他就在找，刚刚那个跑哪里去？哦，人群一阵骚动，我就一直转，就转到躲进一个厕所里面，然后呢，外面就一直在找。那我就心里就一直喘的好大声。那个声音很大声，我想说不要喘那么大声，人家就会听到。可是就没办法，还是一直喘，让我就赶快祷告，主要就要救我，就是被拖出去，就是被打死。然后结果后来找到后来骚动一阵子，说有人喊说自己人，就没事了。然后我就溜出来，然后就跑掉了，这样子，可以说是这种很惊险哦。所以后来你是基于什么样的力量去让你完全撤掉这方面的业务？因为它其实是。很大的获利，对不对？对，那个一个月总有几十万吧，差不多啊，在差不多一个以净利来讲，到70万那个部分。好，那我们后来想说这样子也不好，这样子下去也迟早会出问题。对，好，那另外一方面，那时候政府也在做一个叫做组织犯罪条例。啊，认为说只要一群人啊，怎么样就算是犯罪了。那我想我们不要游走在这种法律边缘，那毅然决然就把它砍断了。结果那一些人说，那我以后我们怎么办？我说就是最好是做正当的保全，你们如果说一定要留在酒店，我就没办法了，是吧？结果后来就那个整个组织那个就解散了。哦，不过其实回到公司里面谈到夫妻两个人，人家都说不要在一起工作，要不然会影响夫妻关系耶，会不会这样子？会，其实会常常会有争执，可是他的个性就是我很生气是骂是骂，他都不吭声，然后我也骂到他已经听我的意思了，结果呢，后来做出来他还是照他的意思去做，那我就观察一下，哎。好像结果是比我骂的还好，就是说他做出来的确实比我骂的还好，所以有时候我忍不住还是生气，但是呢，我知道即使骂完了以后，他还是会照他意思去做的，因为他的个性就是其实是很坚持的。所以你是躲避冲突，但是去执行你的意志，这样是因为常常就是在同一个公司里面哦，会有不同的这个角度去思考方向，那通常他的决定都是会比较快比较急。那他会大方向的去用，他思考的是一个大的方向跟一个策略型的，那但是到我这里我会考虑到他的执行面之后他的后果，还有就是考虑到资金面的那个需求，还有他的成本，所以我考虑的会比较到后面去，所以常常呢会有意见不同的地方，也其实也蛮常发生争执的。那我想这是没办法避免的，那但是终究是我会觉得说这样子做是正确的。OK， 那我就会照这样子，照我的意思去做，那到最后结果我会告诉他说我就是这么做。不过我觉得因为有相同的信仰，所以很多事情哈，就是到后来回归到信仰的部分来，就发现又可以一致了。对，没错，又可以一致。所以说这段时间能够说，哎，这样子在夫妻一同工作，然后可以持续那么久，我觉得有共同的信仰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因素了。可是你看人生这样经历过很多的波涛汹涌，然后你看如今走出这样的一条路，
家庭也变得完整了，然后公司也做得非常的好，你也蒙了保守。我想最后，我想很多的人想要听你讲你最后的这个分享，你就想跟观众朋友说的是什么话？我觉得其实我从这样子，就是说自己踏入社会来，这样努力挣扎的这样在做，很多人都跟我一样，就是说想出人头地，对，可是真正让我能够有今天，其实都是上帝的恩典。那靠人的想法、人的做法其实是有限的。那我觉得在最困难的时候，神为我开路，然后呢，在走了顺利的以后呢，我向他求，他还给我扩张我的账目，那所以我觉得说，若是没有神，就没有今天的这个情形了。所以我最想跟观众分享的，其实是一个信仰。我觉得，我们的神真的是带给我丰盛的祝福。你得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丈夫，然后拥有像这样的生活。当初你如果是盘算外在条件的话，你是不可能嫁给他的。但如今你得到了这么多的祝福，有什么要跟观众朋友讲的？是，我想这样一路走来的话，我也是要见证神的恩典，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人都并不是顶聪明的人，我们纵然常常有拟定了一些计划，可是后来都不是照我们所想的。可是常常我们所就是把一切我们祷告了，然后我们就尽我们的努力去做，可是神常常给我们的是却是超乎我们意外，超乎我们所计划的，也超乎我们所要求的这个部分。所以凭我们今天，我们实在是才干非常有限，我们的聪明智慧也是非常的有限，所以今天这样一步走来，我觉得每一个环节，每一个脚步，若不是上帝的保守，可能我们在这整个诟病的过程当中，若有一个其中一个出了差错，我想我们可能就也没有到今天这样子的一个规模。对，所以也真的是一步一步都是神的恩典跟保守。我想很多小的时候大家都玩过大富翁嘛，很多人都想当大富翁啊。那么你就把那个骰子骰一骰，然后走到什么地方看你要买什么不要买什么，然后里面最刺激的部分就是那个命运跟机会。如果碰到不好的命运的话，你可能就损失啊，然后很多的倒退啊。但是如果碰到了好的机会的话呢，你可能就可以翻身，然后可以迈向成功。如果你要问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你的成功之道在哪里，他或许会告诉你，就是不管命运怎么样，你都要用智慧去把握机会。而这个智慧又由哪里而来呢？吴富荣会告诉你，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老朋友孙悦，这个吴富荣，他的见证让我会想到，这个当一个人经商做生意，或者是某一种情况之下造成了这个经济上无力，希望能够得到人家帮助，你看看他的姑丈很有钱，也大事业，可是他竟然送的不是钱，是圣经。我在想，有很多人都接受过别人所送的圣经，但是请问，也许你觉得我应该要的是钱，你干嘛送我这么一本书呢？你连看都不看，束之高阁。但是你看到了吗？他后来看了圣经之后的吴富荣，他完全都改变了，他找到了，真的找到了希望，比金钱来得更加重要。亲爱的朋友，圣经对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要。你若是没有，你可以去买一本；你要是有，而且是你的家人或者你的亲戚或者是你的朋友同学送给你的，好好的珍惜。我们一起为这个吴富荣他的这个改变，以及在电视机前面拥有圣经而没有看圣经的朋友，这些家庭，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有吴弟兄他们夫妇两位的见证，可以从一个吃素，一个完全不信的人，因为耶稣的救恩
完全改变。主，我们也为这些家庭祷告，因为他们的家中拥有圣经，但是他们不愿意看。也许有人用心的把圣经送给某人，可是他就是不想看。主，也许他现在正处在一个困难之中，也许是家庭的、感情的，也许是他自己在财务上的，或者是某一些情况。主啊，真的求你保守他们，让他们透过了圣经你自己的话来感动他，来改变他，帮助这些家庭，使他们能够完全的走出来。因为主，你就是爱，你的关心远胜于我们用金钱来表达。为他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亲爱的朋友，圣经是每个人都可以读的，但是你愿不愿拿来看，好好的认真的去读。上帝爱你，上帝的救恩会临到你。